你睡觉之前都不会想做一些逃逃睡放松活动吗？对，曹立宪觉得走中奖关关最好看，那国栋觉得走中奖哪个女生最好看？我也没在看什么女生欸。哎，我是不敢回答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在看什么女生哦、喔。身材的话，关关应该算不错吧？你知道关关是穿哪一套吗？蓝色的那种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觉得那个也不错欸，在我前面那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妹也不错，叫什么什么什么沙还是什么的，那个很像俄罗斯人的那个。好。谢安娜啦，谢安娜啊，这名字好难记哦、喔。她是哪里的？乌克兰。哇，乌克兰女生真的长那么正哦、喔，好好。35岁枪男，35岁哦。干嘛不行啊？啊你多大？啊、你三、喔、小姐您贵庚？我又在，我不好意思说。我一直以为你跟统神没有差很多哎、欸，你这样子跟他差几岁？4岁、3岁、2岁啊？2岁哎。差2岁哦，干嘛？还是统神在你的那个择偶名单里面？你以为他还很年轻是不是？并没有。他万一怎么会觉得他结婚了就不会在我择偶名单里面？我本来想说他好像再小一点。这里啊，这里很肥啊，这里中间都是指甲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靠！我要按船按到跳啦。哦，大家都有枪的吗？有枪没有劲？能不能偷偷的偷一下吗？好像不行。太远了，上去那个平台可能就遇到人了。有人了，那我们就先从上面偷吃他们，看我们把干倒一个，放倒一个就有机会了。哎、欸，111，这个后面这个，哇，好想推他哦，111，来了，他们压我们了，他们。有一只已经在我们楼下拉上来了，有人拉上来了。他下去了，他从左边下去了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哦，他在楼上，他在我头上。他下面有两只哦，两只在下面哦。狗炮架！干什么垃圾电梯啊？哎，那个恶灵残血，我去追他。哎呀！楼上是不是？我换个甲。哦！哇靠嘞！他怎么不打你那边，打我这？救救我！吓死我了！哎，对，他怎么还没死？我要拉一下哦。没事，小心啊！两个，另外一队，刚是另外一队。哎，他被我烧到。先出。这个爆甲，这个倒一个，哎，他怎么又在我旁边？右边呢？破甲，倒，这是谁？不知道，哎，先走进来，脸上，是，奇怪，炮兵打完都是人呐、啊，请大家慢慢逛哈。我先找一个凤凰好了。我也想找凤凰。看这个角色很方便吧？你该不会就是为了这种东西才选这个角色吧？那当然啦，懒得舔包，直接开一个慢慢拉是不是？我曾经在这个尾圈，然后就有人把那个红甲丢地上，然后我就捡到红甲，太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场地太难收了啦，有这个角色方便很多。你太棒了！开大等你们。先来了，走吧。我要闪了！来！水啦！懒人交两只哎！舒适，舒适玩游戏。结果刚
才拿两分，哭啊！那看起来我们打得很散，不会只有三分。我也是三分。你们缺什么？没有。缺一个大的包包。我帮你找找。我是要最大的那个，这应该找不到吧？哦，那个。就这样就好了。缺男友，这个之前已经换过了、啊，大家还是没有啊，没得介绍啊。你这个是官腔说法吗？说缺男友吗？对啊，很多官腔都是这一套。没有，这个没有官腔的。你电视掉下去。我觉得在这边男生比较容易交女朋友、欸，女生都不好交，我自己觉得啊。来来来。哇，直接在路上跳起来了、欸！没事，没人的。他这个大姐，我记得不是被打到一下就掉下来了吗？对啊，只有这附近都没开过啊，感觉我。都不用走路嘞、欸。真的、欸，而且要踩那个跳板，可怕跳板。是，他踩了，等一下下去会不会直接被我开过、欸？那没关系，我来，我来。你们先起，第二波。有意外情。没意外，这里超可怕的、欸，这里上下落差超大了，都会被抽打。我就想问人到底都去哪了、啊？目前不到半个人、欸。六组圈还超大，左边空投好像被开过了。最后一圈出来了，哇，这圈没得打。好吧，就先抢对面啊，要上去，就要上去，对，就要上去。从高的往底下打。我们这样知道是不是上去？别让我直接踩这个啊！没有，感觉怪怪的哦，那感觉怪怪的、哦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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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怪怪的、哦？没有没有，要说哦。很安全，很安全，安全的降落了。还是屁股会有人？对吧？屁股不会有人。我看看哪里还是安全区。这些金牌仔都不打架，都不抢点的、欸，到现在都看不到半个人呢、欸。对面这个应该也蛮不错的啊，这个高点也蛮不错的，都没看到半个人、欸。他们都在右边啊，全部在右边。我这边可以开大抢空投、欸。空投不是要按开了才能拿里面的东西吗？哎、欸，可以直接拿吧。我不太没什么在玩那，因为它会自动开箱，应该是可以。他们应该没有插圈的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插圈，虽然不知道圈在这。G7 Scout here， 你要吗 ？Nope， 你动主播不是 G7 达人吗？你不要啊？我现在三重级 ，G7 拿那个镜很干哦，那个二四倍不太会用。把干枪，而且我觉得那太久没用，突然用会完全射不到。还是没人呢、欸，傻小。目前这两队，左边目前是干净的。他们在这边呐、啊，他们在这边呐、啊，我们要可以卡那边啊。他们100趴在那边，右边出口。哎、欸，他们在打，他们在打。又倒了一堆人呢、欸。最后了吧，最后了，又剩他们了。剩一队了，剩一队了。你回来。回来吧，打他们圈就好，不要。哎、欸，你屁股哦，屁股有灯。两个都打80，不能回去，你要这样砍下圈。我们基本枪对不赢。有一把大狙哦，在左边，瓦尔基里是大狙。这个爆甲。六九。哇，可惜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他上去了。我们回到位置，我们回到位置，他们走到位置，回去了。刚刚把那个红盾给抓了。那怎么有一个被毒死了？这上面两个爆甲。哎、欸，有一个被毒死在这里，倒了。这边那轰哥被毒死了，这个爆甲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压他，压他，压他。这边这里有一个人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倒了。来。赢了。哇，来。来手。这是一个战术性的、欸。维塔森。我看那轰哥搞笑咖是不是啊？被毒死这样。没有，我们就把他压到外面，他来不及补了。You are the Apex Champions。那个躺分，这符很难爬、欸，打不到满分哎、欸。我觉得这个图超难满分的哎、欸，遇不到人呐、啊，主要是遇不到人呐、啊。哇，我今天是不是可以白金啦、啊？你现在金几啊？二。那你笑吗？那是到了该退场的时候。然后到了老人要去睡觉的时候，这三个人总不会只有我是老人吧？啊，没有，我们大家年纪差不多啊。那你们十一二点都不会累哦，都不会累病啊？对啊，那你有这么早起哦？你几点起床？你说今天吗？十一点多、啊。对啊，十一点都累屁啊！你睡觉之前都不会想做一些靠靠睡、放松活动吗？靠靠睡。没有啊，看个剧啊，玩个手游再睡这样的。
我们不玩手游的。哦，你不是我说错，我们动主播已经不是靠靠睡了，已经是。不会加码，再来一发。另外一个阶段了啊，真好。那考考考考要问另外一位啊，阿宪可能还有体力考考啊，这是肯定要的、啊，开工就得考啊。这年头已经快挤不出东西来了啊！真的吗？三十五岁就会挤不出吗？还是被榨干了？没有啊，是挤不出东西啊。这难道就是我交不到男朋友的原因？就是因为我可能都要找这种三十五岁以上的，但是他们都已经没有办法考出东西。怎么可能？是我才交不到男朋友啊，我才找不到我的理想对象。三十五岁已经很弱了、啊，欸、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就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、欸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就类似汪汪比较。都机器人哦。